Hello，大家好。刚刚我不过在户外直播了12分钟，天气实在太热，太阳实在太热情了，我的手机就整个黑掉了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就到室内来，也可以分享我的一个很小的佛堂。也算是临时的佛堂，就是我自己在这里打坐啊，在这里瑜伽的一个小小的空间。然后呢，我就在这里呢做了这个小小的佛堂。那因为呢，大家知道我们经常有很多的上师仁波切。法王他们会送我很多的殊胜物，那我所以呢，我就希望把他们供出来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是财源天母，大家呢可以来向他祈求。财源天母呢，当然就是赐给我们财富的，他是五姓财神的佛母。是专门掌管这个人间的财富的，这个是财源天母。那这里呢，还有黄财神，嗡赞巴拉赞念在耶梭哈，嗡赞巴拉赞念在耶梭哈。那今天呢，我为什么跟大家开直播呢？当然有一个最大的理由是，今天是智慧空行母的殊胜日。那每个月的藏历的25号呢，都有这个殊胜的会供日。那因为今天呢，我刚刚教大家念的四句偈，在上一段直播，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呢，再回头去看上一段直播就可以了。那在这里呢，就是除了跟大家分享今天是空行母会供日之外呢，我也要跟大家来讲另外一尊佛母哈，法力非常强大的佛母哈。好，这是我很简单的一个佛堂，那我通常会供灯，然后在室内我就不做烟供，我都在户外做烟供。那在室内的话呢，我就会点这个还香，好，我就会用这个竹炉，就是很简单的竹炉哈。然后呢，点这个还香。朋友刚过世，有什么可以帮助他吗？当然有机会就帮他办超度。那没有这个机会，没有这个因缘的话呢，就不断的做烟供给他，让他到佛国净土有这个资粮。另外呢，就是帮他不断的念 Om Mani Padme Hum。那念 Om Mani Padme Hum 之前，先念三遍心经。三遍念心经念完之后呢，念 Om Mani Padme Hum 最好可以念108次。好，念完之后呢，再念回向，好，回向给你的往生的朋友。好，这个是一个简单的，我们可以随时帮他们超度的。好，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是智慧空行母的会供日。那空行母呢，有很多的空行母，你只要看到女性的本尊呢，你也可以称她是本尊，也可以称她是空行母。比方说呢，在这个月的月底，7月25号礼拜六呢，阳明山的烟供法会要举办的是大白伞盖佛母。好，大白伞盖佛母。那有很多人会说，老师，你介绍的佛法我们很喜欢，可是本尊好多哦，我到底要修哪一尊呢？那这就是藏传佛教呢，非常人性化的地方，就是你有什么需求，它就会出现什么本尊。那比方说大白伞盖佛母，大白伞盖，你去想，大白伞盖佛母，它就是拿着一个大白伞，就是以大白伞盖，那这是做什么用的呢？这是做回遮的，好，那什么是回遮呢？在你人生有很紧急的状况的时候，你有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的时候，比方说你突然遇到很大的地震，好，水灾、风灾，你就可以去祈求大白伞盖佛母。那大白伞盖的佛母的这个咒语呢？当然有口传最好，但是没有口传，你还是可以念哈。
那他就是最主要就帮我们回责，像比方说有些妇女朋友，她也许遇到暴力的对象，好、哦，她也许遇到很坏的坏人要来欺负她，那她就可以念大白伞盖佛母的咒语来求大白伞盖佛母。有些人是欠钱，突然间呢，欠一大笔债务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不知道躲到哪里去，所以呢，这个不知道躲到哪里去，然后又害怕别人就是追到你来恐吓你威胁你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呢念这个大白伞盖的佛母哈。那大白伞盖的佛母它是有七个字的心咒啊，那它是可以摧毁邪巫诅咒啊。有些人也许他法力很强，曾经诅咒过你，那这个呢就可以用大白伞盖佛母来摧毁它。还有呢，它可以避免人鬼怨敌啊，也许你有些地方得罪鬼啊，得罪什么人的话，它也可以帮你这个回遮哈。那或者你这个有一些奇难杂症啊、恶疾啊，比方说刚检查出来发现长了肿瘤，或者有一些不正常的状况哈，还有可以化解冤仇怨恨，化解官非。好，如果你有官司是非缠身，你真的觉得非常的痛苦，还有一些意外的横祸哈，要避免意外的横祸，一切所求身得安泰，这个是大白伞盖佛母的愿力哈。我觉得特别是回遮，比方说我们想修行的人必须要回遮很多的小人，回遮很多的障碍，很多的横死横祸、意外灾难，啊，或者是希望避免我们不要得一些怪病等等，能够好好的、安心的修行，安心的完成我们人世间的事业，都可以念大白伞盖佛母。大白伞盖佛母的咒语七个字非常的好记 ：Om 妈妈 ，Om ni so ha；Om 妈妈 ，Om ni so ha；Om 妈妈 ，Om ni so ha；Om 妈妈。哄逆梭哈，那经常的来念这个大白伞盖佛母呢，都可以来和经常念这个他的咒语，就可以和大白伞盖佛母来相应哈。那所以介绍大白伞盖佛母给还不认识他的朋友们呢，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在你遇到非常紧急的事情的时候呢，就可以以大白伞盖佛母的心咒 Om 妈妈哄你说哈来回遮很多的是非，回遮很多的小人。那7月25号呢，在阳明山呢，我们会有大白伞盖佛母的烟供法会啊。如果你已经报名了，更要学习他的心咒的念法。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，也可以来学习。那么在7月25号那一天，我们会发起共修，就是除了在现场参加法会的朋友来学习念这个心咒，我们一起共修之外呢。另外如果你在家里看我们的直播呢，也可以一起来念大白伞盖佛母的咒语，那我们会把你的功德福报呢回向给全世界。希望还没有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人呢，可以透由念大白伞盖佛母来回遮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肆虐。那么这个礼拜六呢，我也会在桃园莲花雨参加一年只有4次的财库法会啊。那么在财库法会的时候呢，就会修到这一尊本尊 Om Basdalani Soha Om Basdalani Soha Om Basdalani Soha 财源天母的心咒啊，财源天母的心咒。所以呢，这平常如果你在家里呢，你就可以这样简单的供养，就是。供一个香，然后供一个蜡烛，或者你有转经轮呢，也可以把它供起来。7月25号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哇，你跟我们阳明山烟供法会同一天呢，真的很棒啊！昨天我有很多朋友生日哈，7月14号也是一个很吉祥的日子，因为它也是格隆法王的生日哈。那这一个普巴金刚。嗡吉里吉拉雅萨拉比甘念棒哄配，这个专门诸除障碍的
这一个本尊呢，就是格隆法王送给我的，好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它供在这里。那这一个白度母的画，这个画像呢，也是格隆法王送给我的，好，那这里呢，还有一尊啊，黄财神翁占巴拉赞念在耶梭哈，翁占巴拉赞念在耶梭哈。如果大家想要学烟供，啊，可以去啊，我的门市，全省门市都有提供，是免费的。新城持万咒速证解脱道这一本啊小小的经书呢，是我注印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到门市去结缘哈，这个是完全免费的。那最近我们也有心经，这个地藏菩萨经的一些注印哈，那你到门市可以去拿一套，都是免费的。好，那如果呢，OK，Peggy 你好，已经报名财神法会，你在澳洲哈，好，我会特别特别的请财神来加持你哈 ，OK， 所以没有问题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你们有问题可以问我，我可以稍微回答一下。好，那我有时候也会点这个莲师满愿香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香，因为这个莲师满愿香，你们就是如果结缘完以后不会再有了，因为这是杯妈贵的，莲师加持的圣地，它的殊胜物呢，拿来做这一批香的，那做完就没有了。我们公司有一些香呢，陆续做完没有，像之前有这个金刚心的香，好像也要断货了，原因是因为那里面的甘露丸已经用完了哈。那在阳明山开杜母店的时候，就阳明山莲花雨开始的时候，我为了要想要回馈大家，所以呢，我就做了四转新香。那非常非常的便宜哈，便宜到你会怀疑这里面真的是有这么多殊胜宝物吗？那是因为我为了盖那个，为了要建那个莲花雨呢发的愿，所以呢每一次呢这个做任何事情，有时候我如果有身边有一批宝物的话，就会把它做成很殊胜的香，但是用很亲民的价格来跟大家结缘。所以如果你看到我某些香断货的话，你不要难过哈，缘分可能就没有那个缘分。那有些货有可能再补，有些是不可能再补的。比方说里面的甘露丸，金刚心的甘露丸用完了，它不会再有的，因为我们生不出来那样的东西，而且我们也不可以欺骗大家说哦，这里面一样有金刚心的甘露丸哈，那这样是不如法的哈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是脚踏实地的。然后结缘的事情也都大家买得很开心，我们在结缘买得不开心，或者不相信，或者半信半疑，哎，都不要买，因为都不会有效果的，因为你没有信心哈。好，家里有供奉观音也可以供奉吗？还是要供奉在另一个桌子？家里有观音，你一样可以用这个龙竹甘露香或者任何的香来供。那你有观音，你一样可以供灯哈，供灯。那这个灯呢，就是我们的灯就是有特别的哈，我可以给大家看，这就是我们的灯。那这个灯呢，你还没有点之前，每一个上面都有一个万字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才是我们家的。那为什么要有万字呢？因为这是注册标志，这是代表说这个佛寓吉祥平安。那这个蜡烛本身里面呢，就有加很殊胜的甘露丸，而且油呢我都是用天然的，因为我自己每天都要点，而且我是大量的点。来，这个是招财的，给大家看，这个是招财的，也是一样有万字。目前呢，我有做黄色的是招财的，那粉红色的是咕噜咕噜佛母的桃花，另外还有做，我以前有做过阿弥陀佛的，是大红色的。这个是给一些比方说想要长寿健康往生亲人使用的。那我还有一个蓝色的，是药师佛的，蓝色的药师佛的哈，下次有机会再给你们看，因为我这里呢只剩两款哈，因为我自己每天点大量，所以我希望呢就是要很健康的，因为你知道这个蜡烛一点就一个多钟头，有时候我就在旁边打坐，就在旁边禅定。如果这个蜡烛的品质不好，这个油是化学的呢，那我第一个就是残害我自己的身体。香也是一样哈，所以呢，我希望我做的都不但如法、如理如法，而且呢，都是保障到自己和大家的健康哈。
利人之前也是要利己的哈，对自己有益的才分享给大家。要盖房子的地形不好，地母保平能帮忙吗？一定可以帮忙。那你如果要盖房子的话，你至少要四个保平，就是房子的四周都要有。另外呢，在你盖这个房子之前呢，要不断的做烟供。像我们长治莲花雨呢，在盖之前，我们已经做了5年的烟供了哈。那当然我们也是因为要申请把农地改成特殊宗教特殊用地，所以我们花了5年的时间呢申请。那你自己的地当然不用花这么多年就可以盖房子，但是呢在之前呢最好可以请一些仁波切喇嘛去帮你做烟供，好，要不然就是自己做的勤做烟供。另外你也可以在家里做烟供，但是回向给那一块土地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有些人呢，你可能买了房子或者租了房子，还没有装潢，还没有进去住，可是你希望你搬进去的时候呢都已经家宅平安了，可是你很忙，不可能每天到新房子啊或者是刚买的房子去做烟供。这个时候你在你家里做的包括供这个香，你都可以把它呢回向给你的，你只要念地址，你只要念出正确的地址，还有就是供养给某某某地址的地基主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有些人你可能有三个房子五个房子在收租，对不对？那你希不希望收租很顺利呀？你希不希望你的房客一个接一个都不要断啊，你每个月都可以收到房租呢？那你就可以在你家呢做这个，也可以叫烟供。只要烟供跟不烟供呢，它不是以香的大小或者香的形状来决定，而是香的内容物。像我们网站上的所有除瘴香系列、四转心香系列，还有龙竹甘露香，都可以上供下布施，所以都可以用来回向，回向给土地公，回向给地基主，回向给护法神，回向给那个那一户人家，也许有别人住过的这个祖先。拱妈白虽然他已经请走了，可是那个灵还留在原地的，你也可以供养他。他吃饱了喝足了，他才会离开那个地方。他没有吃饱喝足呢，他没有力量，他没有力气，就像一个人挨饿挨了很久了，说哎，拜托你不要在这里挨到我的路好不好，你可不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呢？他说我走不动啊，因为我脚没力，我脚都发麻了，所以你要先帮助他啊。所以助人就是助利人就是利己哈，这个会转动的就是转经轮啦，这就是万咒的加持的转经轮，里面有很多的财神咒啊、缘起咒啊。那这个呢，我是装电池的，但是我要讲实话哈，装电池的话，它电池其实用不了太久。我建议你呢，就是把它放在灯光的地方，因为它是太阳能的。来看一下，它是太阳能的，你有很高的很强大的灯光照它，它自然就会转，这样比较省钱哈，也比较方便。但是因为我供佛的地方呢，它没有灯，没有很强的灯可以照它，所以呢我就自己花钱买那个电池来装它哈。好，金刚心香可以上供下布施，当然可以，但是金刚心马上要断货了，因为厂商已经通知我呢，没有办法再做了哈，所以呢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可能很快就会下架了。这也不算什么谈成啦，因为我有跟大家开直播讲过说，当时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，我还没有信奉藏传佛教，所以我当时呢是没有佛堂的。那所以呢，你后来看到我有到处都有小佛堂呢，都是我自己接受到很多法王的加持啊，三宝的加持，然后我在静坐的地方就会做一个这样小小的佛堂。我连画室都有小小的佛堂，但是呢没有一定的这个怎么布置佛堂，就是我很随性的。我觉得就算信佛也是要快乐吧，要自在，不要有太多的挂碍哈。地母宝瓶可以供四转心香吗？当然可以。其实地母宝瓶不用供香也可以的，地母宝瓶太方便了，你请回去，然后呢家里小孩要出门考试，要读书，要去住饭店，或者是要去长期的租房子或者住校舍，
租房子在学校的附近住宿舍等等，你都可以给他一个地母保平，保他的平安，就是那个居家的平安。好，有地母保平跟没有地母保平呢，那个孩子的脾性呢前后也会差很多啊，也会差很多。 OK， 好， OK， 谢谢大家。家神可以啊，家神当然可以。好，再讲一次，只要可以上供下布施的香，就是所有的都可以。来，你再听我讲一次哈，上供诸佛菩萨、龙天护法、财神、下施冤亲债主、父母祖先，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现在你现在听到的所有都可以用这个香，就这个香。好，这个就是四转心香。那么除障香呢是四个小时的，四转心香呢是两个小时的，龙竹甘露香呢也是两个小时的，你都可以用这个香呢来做到上供下布施。好，就这么的简单。那供蜡烛的话就要注意安全。那刚刚有人说我这个蜡烛的烛台非常的特别，您真有眼光，因为这个是整个漂流木做的，然后呢再去画它，非常的庄严，而且还有一个这个底座哈。对，那当然它价格也不菲，而且要买也买不到，所以呢我就不多说了。 OK， 好，地母宝瓶放在店里的收银台下可以吗？非常好，但是还是建议你的收银台呢不要独立孤立在你的店中央，还是后面靠着墙边会是比较好的。好，烟供盒多少钱哦？哎，我不晓得呢。你如果对这个有兴趣，你可以留这个叫竹炉，它是竹子做的，竹片做的。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开板的。你看它中间有一个貔貅，你看都被我烧到黑黑的了。本来它都是干干净净的，因为我烧太久了哈。就是我经常每天供，然后我也不洗它，因为我想说就用到它，这个缘尽了。然后你看旁边都是铜钱、金钱，有没有？哇，金钱绕着，就是让你每天都在赚钱。好，事实用了这个竹炉跟这个香之后呢，宇阳老师的事业都还蛮顺利的，非常的感恩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感恩三宝。好，那拜观音可以用莲花满愿香吗？非常好啊，莲师就是阿弥陀佛的身，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口啊，这个有生与意的传承呢，所以莲花满愿香呢是诸佛菩萨都非常的适合用的。每个人的厨房都有灶神，有啊，所以我家有一个炉呢专门拜地基主，然后灶神啊，所有家里的护法神都是同一个炉，一个炉呢就解决所有的这个诸佛菩萨。好，自在很重要，对。所以如果万一你忘记今天没有点香、没有供灯呢，大家也不要太挂碍，你可以念个 Om Mani Padme Hum 啊，哦，说今天很忙啦，告个假之类的哈。地基主点个还香可以，非常好。电视柜下方有个小方格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老师可以买，只买转经轮，不要念珠吗？念珠是送给你的。那你不要念珠当然很好啊，因为我的念珠是不是一般的念珠，它是六珍宝哈，那个材质都是我挑选过，而且所有的零件都是纯银的，你不要我就可以帮你送给别人啊，非常好哦。好，烟供可以上供诸佛菩萨，对，然后也可以回向给历代祖先跟冤亲债主，这个可以让他们心生喜悦啦，我们其实就是在广结善缘哈。好，好喜欢这个炉哦，谢谢你，很好用的炉，家里也有点哈，太好了。所以你们点的跟我一样吗？一样这样黑黑的吗？乌漆嘛黑的吗？应该有吧。如果你没有像我这么黑，代表没有很认真在点。那里面这个呢，因为它是防火棉，非常好清，你不要拿去洗哦，你不要拿去洗，你就把它弹一弹哈，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香灰呢可以收集起来哈，可以种菜，可以种花，哦，非常好，很有营养的哦。好，
老师，家里有地基主在供地母保平，会不会有冲突？当然不会有冲突，你家里的地基主会很感谢你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地母保平就是地基主跟地母，就是地基主跟土地公的主啊。好，所以呢，你供他的爸爸妈妈来，他当然是很高兴，你都把他的妈妈也请到家里来了，当然是很高兴。地母保平可以放在小朋友的房间吗？可以，有一条大梁，对，你梁下就可以放了，你甚至就可以放在床头柜也可以的。地母保平可以放佛观音佛台下方吗？可以啊。我现在呢，因为这个镜头的关系，非常的看你们的留言非常的清楚，真的太欢喜了。好，诸佛菩萨都非常适用，没有错。每个人的厨房都有灶，对，家里有个炉，拜地基主、灶神，家里的护法神都是同一个炉，对的，没错。厨房有灶神，当然有哈。家里没有神台，龙竹香跟竹炉可以放房间除障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如果是夫妻房的话呢，就是晚上睡觉就不要放在里面了，白天是可以的。好，办公室有点哈，很好。你也荔枝也都没洗哈，你跟我一样哈。拜拜小型天公炉不用了，要怎样处理？用红纸袋包一包，或者红色的塑胶袋包一包，然后丢回收。那如果我的话呢，就会点一下烟供哈，就用烟供来供养他说啊，天公炉你已经功成身退了哈，那所以呢，就是我用这个烟供把你送走哈，这样子。那我们那个转经轮呢，我有送一个念那个六宝珠哈，六珍宝，不是多宝珠啦，是六珍宝。那六珍宝呢，它就里面就有帝王雪龙木、黄金檀、虎鼻檀、金丝楠、鸡翅木、红檀、绿檀，这个都是很天然高级的。所以呢，如果这是我的心意啦，就是有买这个转经轮的，我就有送它哈。好，每个人家里都有司命灶君吗？都是有的啊，都是有的。地母宝瓶放在抽油烟机上面啊，不忧。地母宝瓶要接地气，所以放离地比较近的地方比较 OK。地母宝瓶可以放房间，你可以放梳妆台的下方，或者衣柜的柜子最下方的地方。地母宝瓶要接地气，所以最好是把它放在有比较靠近地的地方哈。像如果你有像我这样子的柜子，里面就可以放地母宝瓶。好，转经轮坏了，转经轮就算坏了，它都不动了，它还是有功德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经，然后上面有六字大明咒，哈，所以转经轮一坏了，你还是可以供它的。好，如果还没有开光的风水宝物，自己可以在烟供炉上转三圈，然后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很好。那如果你是招财的，你就可以念黄财神心咒。那转经轮放财位当然非常好咯，嗯，非常好。地母宝瓶可以放保险箱吗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好，那我想呢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我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忙碌哈。好，再提醒大家，这个礼拜六5月18号，我会在桃园莲花屿参加一年只有4次的财库法会，不知道还可不可以报名。如果还可以报名的话呢，大家可以赶快报名，你的名字就算在现场也很有加持力的。好，那7月25呢是大白伞盖佛母，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有跟大家分享大白伞盖佛母，那这个它的咒语呢有口传更好，那没有口传也是可以念的，任何想要回遮想要有这个疑难杂症的时候，都可以马上的求大白伞盖佛母。它的咒语是 Om Mama Hum Ni So HaOm Mama Hum Ni So Ha， Om Mama Hum Ni So Ha。 好，那明天呢，我要到云林，我在云科大呢有一个画展当然不是我的个展，是我的画画的老师黄明英教授呢的师生展，在云科大
在云科大呢有一个月的展览的时间，那明天呢我会参加云科大的这个艺术展的一个开幕茶会，同时呢我们教授跟很多的同学也会在现场，那我明天呢如果方便也会给大家直播，让大家呢看一看艺术的飨宴是不是很不错呢，可以吗？好，主神是观音菩萨，旁边再放唐卡会不会太乱？不会的，放心。 OK， 谢谢大家，我要跟大家说拜拜了，明天云科大见咯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转经轮可以放车上没有问题。好，祝大家呢每天都有财神的庇佑。嗡赞巴拉赞念在耶稣哈，嗡赞巴拉赞念在耶稣哈，嗡赞巴拉赞念在耶稣哈。大家都有白度母跟咕噜咕咧佛母的加持，让你广结善缘，人缘贵人一级棒。嗡咕噜咕咧是梭哈，嗡咕噜咕咧是梭哈，嗡咕噜咕咧是梭哈。希望大家财源广进，嗡巴斯达勒尼梭哈，嗡巴斯达勒尼梭哈，嗡巴斯达勒尼梭哈。谢谢你们跟着我的直播到现在，感恩你们，祝你们福慧双修，吉祥如意，心想事成，拜拜。